要一直按动作，怎么一直按动作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一直都只有八杠七啊。什么意思？动作，重点是我没出现啊。那个动作叫啥名字？重装。我觉得他听不懂我讲的话，我就说没有出现哦。管理 DLC 呢？管理 DLC 哪里可以管理 DLC？ 不是，你知道我现在只要开过魔物猎人之后的画面，真的是卡到快哭欸。然后会哭欸。啊，重点去哪里按管理 DLC？ 哦，点此管理你的 DLC。我干，怎么那么卡？等一下，我现在 DLC 画面，干怎么卡？管理我的51款 DLC， 51款呢、欸。然后检视，在商店中检视更多 DLC。哦，不是啊，这个啦，储存。哦，我好像会了，等我一下。应该这样子用，好，我重开游戏，我看一下，新鲜度越低，发动越低啊！你要用票啊，你用餐券或者是高级餐券啊。先确定，确定。好，这应该可以了。你都用现金，你要用餐券，就是你的猫饭的效果一定会发动啊！啊，你不用，你真的就是。只能拼拼欧欧欧或不欧而已啊！啊，你要参券的话，你就去打那个什么，靠，忘记什么，反正跟吃有关的那个活动任务，上位的，那个是打参券用的。那时候刷了一大堆。这样我又出团都要带一件隐身衣装了，
把那个不动衣装收起来，改转那个隐身衣装。好，我们去问小猫。哎、欸，好像一样哎、欸，看一下动作、喔，一样哎、欸，没有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我被坑了是不是？管理我的51款 DLC， 先删掉再装，怎么删啊？它只能勾勾取消掉不是吗？它只有勾勾取消掉吧，是吗？我勾勾先取消掉啦，然后我要重开游戏吗？姿势那里没有啊，这些都不是啊，这些我都按过啦。啊，你不是跟我讲说是动作？它在姿势那里。蹲下不是这个啊，就刚刚看过啦、啊，也太丑了吧！啊、哦，这个好看多了。我拍给他看好了，不然他觉得我是不是卡到音。这样吗？还要再按？按什么？更变排序？没有啊，它就没有下一页可以滚啊。你看，它没有下面这个下一页啊，你要按什么？何为急吗？晚安。对啊，我试过啦。结束游戏。どうして？哎，教主。哈，你好。你那个姿势要一直按，按同一个。按什么同一个？就是你按的那个蹲下姿势和反抗的什么姿势。Hey, 他一直按，他会出现新的啦，会之后会出现猫的动作啊，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啊，所以不是跟管家问哦、喔，我记得好，我有想起来，那个好像管家他是直接没有讯息的，哦、oh, ，当初也是找好久，你也是找很久，对，找很久，我想说奇怪，我的猫的动作怎么不见了？对，我想说靠，我昨天买了，啊，怎么没有出现？然后我有一次在小屋里哦，按了第二次才发现它可以变换姿势，哼。我想说，再按，就按到有猫的姿势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哦、oh, ，就是它没有更新，可是就是你按那个姿势会随机变就对了。对。看你的奶怎么那么大、啊？那个是餐科，我说我有看过餐科那个超大的，而且还会穿模。穿模。那个手臂会穿模，你用动作的话。奶太大了吧，恶心死了。对啊，太大了。那个直接会穿过奶的中间，手直接凸出来。等下魔物卡住了，然后你断线，想说怎么进不去？工作管理员，使用者，详细资料 ，Monster Hunter 结束工作。
这图不能留，那还好啦。对啊，就只是大的太就只是对啊，那只是大到夸张而已。外国比较喜欢口味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再缩小一半会比较好一点。会比较美型，比较好看。啊，这本来就成人内容。N1一直有成人内容啊，从以前一直都有啊。这一定是算成人内容的、啊。对啊，其实就还好，本人你自己看就还好啊。但是他一定要归类。哎、欸，我那个 N1我不知道去哪里设定我是成人哎、欸。我们用过某人，所以你有。哦，因为有一个什么好像是兽耳的吧，还是什么的。那时候是大家推荐，我想点开来看，就说要先确认你是什么成人内容，怎么这样啊？啊，不就只是兽耳而已吗？跟成人内容有什么关系？时间快要到，我打开了没？账号设定哦。等一下，那个灯等我关台再用，不然我现在弄一大堆东西。哎、欸，听说是卡普空要出那个什么、啊、卡顿的那个闪退问题。有哈，我有看到消息啊。他不处理，我就快哭死了。他是说出现游戏宕机什么东西的，他说有两种处理方式，他不然就在等更新。嗯。一个好像是啥，我没看清。一个是不要开台。没有。对啊，还是没有。好，点点看。说要设定。设定姿势、啊。我记得那个好像不会跳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找超久，我想说。这是他是在动作吗？还是设定姿势？他找好久，我就那个什么哦，原来是指这个哦，白目哦。对啊，你刚不是有按第二次？我想说你怎么没有发现？还可以再我没有啊，我没发现，因为他动作变了。那还有一个那个。那个动作，好 ，HTT 帮你找到了，不用谢了。找到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也说，他以为是跟那个猫管家。对。嘿、hey, 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任务。就有参军的任务啊。参军是在那个不是妹？我知道啊。那个有毒妖鸟。我知道啊。开启食欲的什么吗？我记得啊，对，开启食欲之门。这个啊，开启食欲之门，去打这个下位而已，很好打。对，屌虐。这是打参军的任务啊。更变装备。好，我要准备出门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就这个任务。然后就直接出发。那下位而已，你就直接出发出去打，穿着 MV 装备，随便玩。那时候是打这个，再加那个什么盗掠衣装，就掉一大堆钱。
欸，真的好好痛哦！以前打这个也没有一分钟以内打完，欸，太快了吧！欸，这你们在看啊，你就去打那个进阶跟初阶的里面，然后的下位四星打开死域之门，对啊，你是去打超快，欸。刚凶豺狼好像只开了四枪就死了，然后毒妖鸟应该是六枪还七枪吧。哦，好，晚点再来弄。哎，我是你有我好友吗？没有，你看四张票啊，赶快去打，赶快去打，赶快去打，一大堆票，我打一下好了，不然感觉高级餐券没有去转的话又不会得到。死了，三发死了！天哪，大凶菜喽，死的好惨呐！死掉啦，他也死啦！好心疼哦，我的天哪，不是那凶豺狼打三发就死了，我比较觉得很好笑。更何况大剑，搞不好大剑一剑劈下去，他就死了，欸。好啦，我们准备换麦块喽，我去改一下分类。那待会见，不是待会见啊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去麦块的世界。MINECRAFT。更新资讯，应该可以把这下吗？因为对方是说统计给我的，哇！这样刷餐券好爽啊！
好啦，我觉得我就是从此都在这边刷餐券吧，搞不好你们隔天看到餐券就是1000多张了。好啦，先到这边啦，我们餐券晚点再说。哇，今天好多人哦，1:14:14。1:14:14，开启，2468，应该10个人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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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我先关掉他们的声音，去楼上。你只是不想吧？哟，私人的吧？那种宿社区吗？哇哇，好爽哦。欸，差不多啊。我也是一年欸。啊，不对，我们两年，我们两年。我们两年了。對，本机一二三。本机。嗨，你的声音。有。好，变大了。变更大了欸。变大，终于变大了。我把你调为50%了，不用再调200了。对，耶、yeah! ！开台喽！啊，开！哦，是时候其实可以1.15没关系了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你都不用，没有讲。我知道我没讲，没关系。我说下一场了，下一场之前。你刚刚在弄1.14跟1.15，它可以直接这样通哦，直接通，对。哦，不愧是哈基。据我所知是没有任何那个啦，他的更新上面也没有写说有影响啦，应该直接通的话，也就代表可以直接八点没有。哎呦，8点了！哎呦，才是最贯通好不好？我从1.5到现在，哇，太棒了！直接八点没有。本机说有影响哎、欸，有影响吗？有啊，嗯、影响什么？多了蜜蜂，多了蜜蜂，改装备栏位 tag 啊，装备栏 tag 会出 bug 哦 ，tag 哦，对啊，哦，好，好，那我再测试，那我再测试，啊哦，那就先还好，先面应该没有关系啊，我看你指令没有用到，卢米你讲的话，他刚讲一句很恐怖的事情。见面应该没有问题啊，那指令我都看过了。指令都看过了，等一下，帮你看完了。指令太多了，可以直升，可以直升。你的指令10000码就都我看过了，都没问题啊。嗯，好，都已经拆开来看过了，看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有，因为我知道应该没有让那些指令啊。嗯，我们先去私下来稍微确认一下好了。私下聊聊。这应该对啊，这我们这还没差。嗯。今天有大魔王哦，大魔王，大魔王，
你非大魔王。哎、欸，你煎饼二没玩过吗？我没有印象哎。有吧、欸？有吧？为什么我印象你二有玩过、啊？有啦。真的、啊？我一直以为我没玩过哎、欸，我还有选职业的啊，有选职业的，你知道吧？选什么职业？你没玩过吗？我有玩过吗？我觉得是我有印象，他有玩过、啊。我印象也有啊。我觉得是他忘记吧。你是谁、欸？我们是同一个时空吧？你好像有玩过一次吧？宝哦，一次，还是他刚好来那次是旧地图？嗯，不知道、啊，好像刚好是旧、啊，就是刚好有怀旧的那一场，但也是有这个技能啊。对对对，好像有技能。我们记忆都被篡改了，我们记忆被篡改了。平行时空，平行时空了。空了你印象中的沉思者手是放哪里？放下面啊。下巴、啊，还是额头？你知道沉思者的雕像吗？就是坐在石头上，然后手插着的那个。那块石头。啊，你知道沉思者吗？我记错，我刚以为你问我浮尸，我想说浮尸手不是沉思。沉思是沉思没错啦。沉思者。那是沉思。你不知道那个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应该是上面吧。哎呦，上面，你确定吗？疼的吗？不是上面吗？他是下巴、啊，他是撑在下巴上、啊。可是我真的也完全都记得是在额头。额头可能是我们后面变异的吧，变的版本。但是那个雕像一直都是撑在下巴，可是对，好像是下巴。上课偷睡觉也是撑下巴比较合理吧？可是我觉得撑头比较舒服啊。可是撑头容易被看到哎、欸，撑下巴比较撑下巴会被看到才对吧？可以。来，我们家五个轮一度哎、欸。好，米飞，所以米飞，你到底有没有玩过？我没有印象哎、欸。好，你等一下跟我一对，我教你。好那好奇怪哦！然后他 YouTube 搜寻米飞歼灭，歼灭二，结果没有啊，都没 take 啊。好，没关系。那米飞跟我好，好，还有好什么？哦，有红彤彤的，跟我走。好，对，等一下职业再给你介绍一下。我可以自己选吗？可以自己选，干嘛要自己选？哈哈哈哈哈！这职业可以自己选呢、欸，哇！自己选啊，自己选，自选自选自选，不要紧张，自选自选，可以自己选呢、欸。还想 A I A M 啊？来来来，你别跟我们下楼。我还是刺客好了。所以看一下哦，我们还有什么职业啊？我来看看。我应该下次就是玻璃清洁工。好，那我来，我来守护一下好了。好，是守护爸爸。我换职业好了。不要这样。矿工，都米贵族。还是我矿工，其实没关系啦，还行还行还行，都可以。啊，米菲有玩过吧？欸、我印象中我有去打过米菲啊。有啊，可是只是不知道是哪一种而已。团团是矿工，这样就不会来偷摸了，那我可以轻松手了。来介绍、啊，对耶，团团今天要玩矿工。还是他是想要矿工之后后面转职啊？因为转职不会提醒。哦，对，可以转职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。他们超多矿工哎、欸。没有，他现在介绍。他介绍啊，然后就拿出了。看到发亮的有少就知道有问题啊。突然发亮不见了。那我们这一队的话。一图洗一守卫，
美矿，屁打混，屁打混，打混的缺，可以，贵族缺，这贵族就是打混缺。嗯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什么？死亡随机喷出吧。OK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少爷回家。哎呦！哦，开始了，这么突然，真的很突然。我是什么职业？我是刺客。开始喽，走喽！有人记得去挖附魔台哦。我要挖喽！修怪给你们挖。好。好。书木头是不是不会生？对。马上生。又挂狗了。马上来，巧克力要熔断了。全部占领。有了，好，好，好，我去收书柜。巧克力在书柜这里。我来了，帮忙了，帮忙了。小雨过来了。小雨去拿那个了。小雨是不是拿 TNT 了？对。死了，坏人。嗯，红队皮革裤。哼，喷装喷出来的吗？小雨的裤子吗？你看我、啊，小雨的裤子。啊呀！你要多少铁？我要很多很多铁。谁的副手有空可以帮忙拿书本？来，书本。我，巧克力在家。小心，我在你后面。不是啊，我是贵族，我明明就东西可以用，我在干嘛？我刚放空了一瞬间。露比，书本在你身上哦。怎么会有石头？有啊，石头不是鹅卵石。欸，为什么？真的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欸，突然捡到的。你要我给你木头？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走。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来了，来了，好，我来了。巧克力引擎，巧克力陷阱。帮对方解个。我技能用掉了。小雨来了，小雨在后面，小雨在后面，小雨死了。为什么有石头啊？对啊，就是杀人之后会喷石头欸。啊，走好慢。怎么了？裤子你有捡到是不是？我没有捡到啊。在你身上裤子不是吗？我原本一件啊。对啊。捡到小雨那一件。变石头表示有问题耶。啊，因为就是道具喷出来，但喷出来是石头，然后我是替换成 ID， 嗯，表示没有替换成功，也是石头。嗯，一点十四之前不是没问题吗？奇怪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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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后面、没有，他是有把点开起来，之前都点关闭不是吗？是的，之前有喷过道具吧？要看这场他有开吗？以前没有出过道具吗？哎、对啊，以前没有啊。哎，哪里过来？以前不是直接消失，只剩矿物吗？好吧，没关系，来些变石头也好了，没差。巧克力刺客，嗯，所以他们有两个人是在发光的。如果有人少了，就知道有问题了。嗯。哎，米露，运行的是。
没有巧克力啊、喔。巧克力。哦哟啊！在矿洞啊！这。等，我先溜，我先溜。你铁不要放箱子里咯。嗯，对。危险哦。要不要吃的？要不要吃的？要不要吃的？一定恐怖。吃的，有人要吃的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说有没有要吃的。好好好。我改去挖黄金了。好。小黑来是不是？本机挖了跟你要一块铁。对啊。好。金矿有两个人。救命啊！金矿有两个人。怎么这么快？有东西，有装备，有装备。裤子，谁的裤子？谁的铁裤？所以是他掉出来的铁裤。对，我身上捡到一个铁裤，不知道谁的。小鱼来了。诶，他有些装备可以，有些装备不行。诶，鱼。还有铁吗？我装备还没齐全。可以。哎呀，看来只能自己来挖了。好，我今天就来雇那个本机。雇本机。哎呀，他在挖黄金啊。哦，好。挖铁，没有铁了，自己默默的挖。嗯，默默的挖铁，自己的铁，自己的挖。刺客刃，哦，我拿他的刺客剑了。这里还要巧克力，又想过来，好没有？三。干什么？巧克力干什么？这里。那我去挖青金石。变五。诶，我不是刺客吗？不是啊。你不是啊？诶，我不是吗？你是吗？是啊，我手上拿刺客证啊。诶，你怎么？哦，有，你隐形。哎，有，刚才草丛没有。本机给我两个金就好，两个，好，两个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啵啵啵？没事啊。哎，巧克力啊，哪里？巧克力在后面。本机推吧，本机跑啊！哎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坏人隐形了，坏人隐形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在金矿附近。嗯，冲啊！这是繁星的效果。什么的效果？巧克力。子效果。巧克力在附近。他刚刚看我们了。哎，完，技能发光了。技能发光了。跑掉了，跑掉了。走到这里。走到这里。在。这里在战龙天这里。哦，有了死了。是隐形吗、欸、？No。嗯、啊，哪里？啊？他镜子在哪里？哦，我死在他们家，没事。好。突袭者的技能是什么？还要抗性。好。没有，他们先说滑片解决了，他已经把那个棒棒球打刚好不是。